要吃那个吗？有看到你的暴雪打开。嗯，就暴雪打开。有吧？有暴雪。那到不了吧？七点嘛，我先带他们去训练中心。好，你关游戏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关那个了哈。好的。开台了。挂台了，好冷哦。我看台了。为什么我的不见了？你说那个通知不见了？哦，你的通知不见了。对。有时候不会疼。好吃吗？鸡肉味啊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嗯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不见了呢？挂台了，不要了吧？所以你开好了没？应该大概，或许差你了，也许好了。可是你没上线，你连打开始玩都还没有。哦，现在开始玩了、哦、有了，可是还是要等。进入游戏。小俊是还在上班吗？哦，现在要离开公司。我是太早邀我去。是。爸。没有，刚刚我们在叫。想说问你是已经下班回家了还在上班，因为已经七点了，可以开台了。嗯，好了，可以了，选角色了。我在看，跨啥？我刚才在看精彩回顾。我在看啊。看到了，班被我拉进。大巧克力，带你们。
在练跳。小鱼快劝你了。小鱼在吗？他小鱼上线了。他还没。他好像没带电脑。他好像没带电脑。他怎么可能会没带电脑？他小鱼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怕被他那里的孩子去当拿去玩吧？不知道他有没有。哦啊，怪的！我是不是有点按到两？嗯，快到了。嗯。先拿个手圣呗。啊，不对，应该是这个才对吧？还是你们要我用安娜？你玩那只吧。哎呦，艾坤熊在对面。对面有个银牌跟你一样55的呢。没有，这种时候说，大大你是小站在对面对不对？对。我很害怕。哎。你是说那个以一字之差的 K 本吗？不然嘞，人家那个叫做练 Kevin， 这边那个我左上的 T 不会行。有什么啊？我自己跳起来，我自己跳哎、欸。我、哦、卡住了，白痴哦！卡住了？没有，刚卡在树旁边，然后一只。他没有来。没来。还有猪。只剩到还有拳。还有拳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撞到了。我们这只来，他到底去哪了？不要！不要！他多危险！等一下，我的真心在跳针，然后我没那个补粮了。叫球球。哎，我死掉了。啊！我被撞到了，我不该再吃杯的，我错了。那个疑似大大小小特完成。他们少了一只补。没有补是谁啊？他们少了一只。拳王摔死。谁被撞到了？
那谈了。开始踩肉了，有水残血的吗？有啊，紫色，被撞死了。如果里面是猪，哦，我刚以为是闪光被打小弟。哎呦！我。等一下，挖不到那原字，那个东西不在推我。嗯。哎，我以为够边缘。你以为可以复活吗？我以为我够边缘。他说你复活我就。可是。来，来银铲，来银铲，然后尬死两个。真的？他撞过去，我没办法。我好烦。啊，不是要这样玩吗？哦、oh.。我讨厌你！天啊！小心他在勾。猪在后面，猪后面，蓝衣在我的脸上，那猪在左边那个哦，欸，他们跑去，都跑去你们那边，你们痛啥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不是，来，耶。看一下人好不好？刚顺走了，我没有跟着你过去那边。可是我刚在你旁边。哇！咋办呢？关风门吗？
楼上，他去后续了。后面全完，全完。你被认出来了？没有，他认错人了。认错人了。是这样吗？十三后面哦。红光谁加的？对面的。我把他逼出来的。加的。半夜睡不着，一直在看仓鼠怎么玩，是这样吗？对吧、啊？然后学到了这一招，疯狂滚吗？哎、欸，拿到了，能看毛衣76这个吗？你是拿到造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一个76的头，对，就是应该不是半夜啦，是早上睡不着，看到九点。都。哎、欸，你的小账加我好友哎、欸。他之前加我好友，自动。哦。莱茵来了。没有啊，那不是莱茵正愁他的小账呢。哎。只是名字很像而已。我在练仓鼠。我刚还回他说，木女认错，你也长妆。谢谢陪玩。你来要开麦哦。好。全部交给繁星啦，我只是过来拿箱子的。只有吴薛跟许社就够。对啊。我那时候也是看一片才知道，原来仓鼠勾地板就好了。你一直抬头找东西勾。对啊，我想说一定要勾东西才行啊！看影片就看的人家是勾地板就可以撞了。其实很少会直接去勾地板打。就加我的话啦。嗯。就说如果我的话，不好蛋糕啊。高地板不好蛋糕，那只是加速要撞人而已啊！慢，刚刚是繁星哎。要来练技术脚了。没有，我本来是要把那个全屏关掉，因为每次都看到对面打那些会影响情绪。我的场子。那刚好被影响到我。昨天有啊，昨天就是燃露珠问号我啊，那一次啊，你忘记了？要陪你打燃露珠，结果你跑掉的那个啊。他怨念很深，还有被问号哎、欸，怨念超深。哎、欸，现在扎利亚下面有个零是什么意思？零，那个蓄力吧。中间，你说中间有一个零，中间吧？那是那个、啊、他的屏上的，对啊，那个他是那个他的护照能量，是他用盾。最高一次可以投20，你知道你这个模式扎利亚很烂吗？你根本集不到什么能量。我来用技术脚了，嘿！你要好友，我暴雪好友爆啦，真的是爆了、欸！连我的小站都没加。对啊，小站还想加啊？暴雪上限是200人，我已经超过了。最近还在砍一些以前已经就没在上的。
真的是好朋友。玩魔兽世界的。嗨，哈哈，嗨，又遇到了，可加吗？好友真的爆炸了，他们换位置，月球，他应该说好友吧？我如果打好友爆啦。那阿林哥刚讲了，出去太死了。他们看得到我们的对话。我刚还以为是大大打那个好棒。是我怎么一直跳出来、啊？好友上位，咋办？对面加我好友了。没有，这样子我不能在前面先角色，对面会 juke 我。我不先选了，对，先不要选角色，会不会看到？没有没有，我先选壁垒，然后我就选个汉影，然后找个打汉影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停，你冷静，你看一下我是什么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你不是自己把壁聊起来了吗？没有，我是 Juke 他们，我是 Juke 懂吗？然后他们在那叫以为我是汉。那个我是，那这边有个人说他烂只会玩慈悲，我就说没关系，这边有一个专业慈悲。不，我不是专业慈悲，我是专业玩小枪，好吗？专业玩小枪的慈悲，不要惹我，我会凶爸爸。他们有原石哎、欸，那我是应该要换只了。那等我死掉，我换一只好了。啊！我被扣一下，就是人有点多啊。哎、欸，后面那个死人，我完全看不到我们自己人在哪。哎呀！哎、欸，我后面那里全部断补哦。没有，还有一个可以救，啊，救不了了，掉了。哎、可以保留我小美的爬树，我换成西美塔传送过去，再换成小美吗？不行，我要打你们的原石，好凶！不是啊，补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补哦，在这里。补包，找补包找半天。哎、欸，他们这样会看你直播啊！哎、欸，不行啊！哎、欸，不给 host 的，不可以这样。谁啊？不能 host 的，不能这样 host。虽然有延迟，可是延迟也不久，延迟没有很久、哦，不行。啊！后面呢？跑不掉。他们家原石好凶啊！他还说他很烂。是慈悲说他不行啊。原石旁边死神，晕了，就是不同人吧？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个魂之啊，他刚刚说他很烂。屁呀！那不重要。请问里面还有人吗？我听懂了，不好意思。赔偿我用啊！仓鼠复活了，哎、欸欸欸，我被困在外面，可恶！哎呀！死神哦！哎呀！死神天线哦，被天他被那个死被天。脏话。好啦。莱茵的对决。没有。我赢了。哎呀。被封门了啦。你们都杀到家里来了。被封门了啦。这样封门不行哦，这样我们没有游戏体验。阿内姆。等下看到他们就跳掉。够优秀吧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看到你们就跳掉哦。不是我们不想跟你玩，是你不想给我们有游戏体验。死人死人！
我们可以选择现在跳掉。不要这样啦。好啦。没有啦，说好玩。打我说打字。真的。差评。教你们的原是冷静一点。你们原是只要只要看到这些。你们原是有点太凶了。所以我们觉得太凶了。在偷暂停。没事。我把他们原石跟慈悲带走了。因为那边门口还在玩吗？还在玩啊。有好了，他们赶过来了。错。哪里啊？哦。就怕没有用。哎，这是各显神威，各种跑哎、欸。因为刚刚人六个人在不在？这个冤事，换脚，慈悲禅，你先把他那慈悲解决，不然冤事，那个慈悲这是天元，我比较需要，二十段，我想我自己的，哇，我被原石砍爆啦。哦，那个一直打字，我真的要把群关掉了。蓝燕来了。他的大的。早不知道，刚刚进来的不行太大。把莫一不要干掉了。嗯。小枪慈悲、欸，我也想要。不要。小心。你可以一边补一边开，只要不要死人，随便你可飞。有点困难。后面死神，死神要来了。在后面啊。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，我以为你要开大、啊哦。哎，死神，踩到夹子，到人了。请问有八秒吗？复活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！这原是很过分哦，尊重点哦。嗯、啊，我真的很讨厌，都是那种。这样抓捕师吗？你们也会去抓捕师啊？不能这样子啊！不是，重点是他是一直追着的。怎么了吗？他追着你，我也会去啊。我也会啊。你们真的很过分。这超过分！还了得？你就没什么保命能力，你就换一点保命能力强一点的啊。其实好像，可是保命能力强的他会玩的，我一拿被我拿了。他的角色池太少啊，没关系，我拿到箱子就好。我讨厌那个好友挖拒绝。我讨厌那个。我也没有要接受的。那本来不认识的好友，我们也不会接受。台那个原石，现在原石一开，他一直冲到你前，然后那个慈悲都一直牵他，所以我很难抓死他。为什么会有个 Kevin？ 嗯，就是另外一个啊。
对。对。布拉多没有，就是他们时间就只有他们啊！干嘛？你要认真打还是？算了，我要把全民关掉，吵死了。游戏设定，防守方啊，没有全部他们吧？哎，只能全部他们。社交吗？算了，应该他们是六排啊，我们六排，所以很容易排到他，很容易排到这样子。选角了，我想想看。我忘记在哪关掉了，吵死了。你可以自主的忽视他们。难哦。社交那边吧。防守方。也不。第一阶段的话。来不及喽。什么东西？我说繁星别这样。来不及喽！你们要自主忽视啊！走，你家怎么还有一个对外？嗯，哦，我在看那个怎么关聊天。不用看了啦，就直接自己忽视掉就好了、啊。太剧烈了。对。哎呀！啊啊！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对啊，断线欸，他想断线呢，是吧、啊？我看你，看你还没出去。我直接领回来吧。哦，你领回来。此辈后面不要单一走好，单一走好，你把我们抓掉。后面死神，也是来喽，在后面。眼睛残。哎、欸，后上面也是上面，往也是，然后慈悲慈悲小香，过。远视在后面，最后面。
可惜。重回战场。如果要复活，不用先复活，我先复活教徒。我对这没有能量，伤害太低了。好的。你跟过来了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的很过分。对。嗯。因为他在复活啊。闪光弹就好了吼。我刚没闪光弹。我刚没闪光弹。他很可怜。他刚闪光弹就带在元氏身上了啦。还是死神忘了啦，心态啊。这场仗还没完呢。